門新開咗個攀石中心，户外攀石場有成十米咁高，好似好靚好玩啊！我決定要去挑戰一下。一落車見到咁，我同攝影師講：可唔可以唔上去，不如你攀上去我揸機啦。話咁快玩開攀石嘅靚女輕鬆就上到頂，再落翻嚟。喺大家嘅鼓勵加怂恿下，我決定去試一試。敢望镜头啊！你可以除口罩喎，我哋有社交距离喎，而家惊到好似我咁嘅人，可以玩室内场熟习下先。有唔同程度嘅抱石路线，双手稳定捉实 start 嘅石头，双脚离地就可以开始啦。途中只准触碰同色石头，稳定攀到 top 嘅石头就成功。专业的教练会清晰地教学和示范怎样攀。喂，来多次啊，来多次啊。哇，做乜买咁多柠檬啊？攞嚟食咯。檸檬是用來 like, subscribe 和 share 的。好。